在这个单元中呢，我们要介绍的是 SEQUENC 这个函数哈，它的函数说在阵列中产生一个连续数字的清单啊，那是属于数学与三角这个类别的。那这个版本只能2021以后啊和36版本可以使用啊，可以使用。那它有四个参数哈，low current、star、steep 啊这样子。那这要怎么看哈？要从 Excel 来看比较清楚。我们把它切过来。Excel 来看呢，你会知道哈，第一个 SEQUENC 有没有？我们打一下10.3啊，什么意思？10代表 low 代表你要产生多少列，3代表你要产生多少栏，所以这边会变成10列，1234。五六七八九十，有没有十列三栏啊？十列三栏啊、哦？那这个功能只是干嘛？在帮你打数字，有没有？它是因为你没有写，你要从几多少数字开始，所以就1234567890，有没有啊、哦？这样子。那第二种呢，是我把另外两个参数啊，我都加进来。什么加进来？我跟他讲，六列五栏，然后呢，从二开始。间隔3啊、哦，所以变成什么2 5 8 11 14，有没有？五栏完了以后，到下一列就变成17 20，这样子连续下来，总共要产生六列五栏的数字。哦，那这样的方式呢？是最标准的做法啊、哦，大部分都是用这两种方法。第三种呢，它是透过 index 来做的啊 ，index。假设我在 I 栏有一大堆的资料。哦，这个资料，然后呢，我要把它干嘛？像这样分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，这样有没有分开来啊、哦？分开来排列的话，它的方法就用 index 怎么样？先抓范围 i1 到 i22 整个范围，然后用这个 SEQUENC 有没有来说你要几栏几列？那我要五栏四列，所以它会把20个抓到第20个以后就停止。那玩家，你今天跟他讲的是？六栏四列，它就会出现一些错误讯息啊！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它找不到，因为只有22个，对2324就没有东西，它就会 reference 啊，没无参照范围嘛，啊，就会出现这错误的讯息啊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要看一下哈、啊，看你的那个要求。那第四种是，我一列。一栏一栏打的啊，一栏一栏打，什么叫一栏打？一样，我一样是 index i1 到 i22， 然后我要在第一列呢，是从第一个开始，间隔几个？间隔两个，甲丙有没有？间隔两个，那这样一直跑11列下来，所以它跑到戊啊，跑到戊这边。那第二列呢，我就干嘛？从一样的范围。我从第二个开始啊，一样跑差两个，就乙丁一直跑过来，跑到亥啊，刚好11个，也就是22个，有没有啊？这样子，那这里面的其实这里面的资料是看你哈、啊，你要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哈、啊、，index 加 SEQUENC 这个哈、啊，你怎么调？比如说我今天我说我要从第四个开始，然后每个差三个，有没有？那这你就要去自己去算了哈，你大概会有几个？比如说我只有四个好了，这样子，他就帮你算有没有？我只要四个，四三，哎，第四个第几个？第七个、第十个、第十三个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样算法，有没有？你看你的需求啊，来去调整啊，来去调整。